Hello， 大家好，又是我李奥啊。唔知道大家对上一次去日本是几时呢？每一次去日本呢，我哋都好喜欢去啲便利店度咧，睇下有咩特别嘢食嘅。其中一样最喜欢食嘅咧，就是佢啲杯面啊。总是觉得咧，佢哋啲杯面咧系特别嘅香港，同埋多款嘅香港嘅。話說咧，大概十一月底嘅時候咧，我就喺 Facebook 嗰啲廣告度咧，見到一個好有趣嘅東西，就係話咧，原來咧有一個網咧可以幫我哋訂購日本嘅呢啲拉麵啊或者杯麵嘅東西咧，一年咁樣訂購，跟住咧係每個月咧寄一啲最新奇或者有趣嘅杯麵俾大家試試嘅。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嘅要開嘅咧就係呢一樣嘢。Yeah。个 Yumi 嘅杯面箱，呢个系我嘅第一个收到嘅 Yumi 嘅食物啦。因为咧寄过嚟咧，一开头唔知系咪因为圣诞节或者新年嘅关系咧，寄过嚟都寄咗两三个礼拜。呢个系12号嘅，好睇睇先。哇！睇下先，一开咧就见到有本书仔跌咗出嚟啦，就系呢个12月号嘅一个介绍。不过里面咧佢会介绍呢一期嘅每一个佢俾我哋嘅面嘅一个介绍嘅咁样嘅。好啦。咁真正打開詳細睇下有啲咩喺入邊喎？哦，呢度仲有一個係食譜啊，日本嘢食食譜。哇，好精美咧，好精美咧。有呢個類似北海道產、類似粉絲嘅東西啦，另一個。不知咩面嘅东西，妈咪面日本版，另一个面酱咯，我谂系酱咯，抹茶汤啊，呢度一个，哦呢、這个比较吸引我嘅就系番茄捞面，我知道，仲有呢个豚骨杯面。最后呢另外一个嘅杯面嘅，好呢度咧有1、2、3、4、5、6，你到啊？1、2、3、4、5、6、7、8。又唔記得咗，1、2、3、4、5、6、7、8，九樣嘢。哦，呢度咧除咗介紹每一款食物係大概係啲咩嚟咧，另外都有講點樣煮嘅喎，好奇怪喎，杯面都有教點煮喎，好神奇喎。1、2、3、4、5、6、7、8、9、10、11。咦，佢入面有11喎，我哋冇。1、2、3、4、5、6、7、8、9。咦，得九样嘅，点解？系咪俾漏咗两样我啊？吓 ？Spoil alert! This menu land mistakenly into two potential features. OK， 原來咧呢度就係話咧，依度咧個 leaflet 或者食譜裏邊咧有11樣嘢嘅，但係咧原來咧有2樣咧係冇 include 到嘅，就呢度有張少少嘅道歉字條咁樣咧，話搞錯咗咁樣啦。哦，原來呢度咧係一個呢、這個係一個冷麵嚟嘅喎。佢就話咧，就掉落啲打邊爐啊，或者撈落啲，我諗粉絲啦，我諗係類似我哋要，我
我哋食嘅粉絲之類的東西咧。啊，我呢個係一個拉麵嘅拉麵或者即食麵嘅 order 啦。佢每一個月咧都有八個唔同嘅麵喺入邊嘅。另外咧就會有一個 bonus， 而呢一個月嘅 bonus 咧就係呢一支醬。佢網咧，佢公司咧就提供好多唔同嘅類似嘅訂閱嘅，例如有呢個拉麵嘅訂閱啦，另外都有一啲日本嘅小食嘅訂閱啦，或者甚至乎係如果冇記錯嘅話咧，有啲公仔嘅訂閱嘅，即係都係一個每個月嘅訂閱啦，好似係可以有半年啦或者一年嘅一個訂閱嘅。我呢個拉麵嘅訂閱咧，我就嘗試訂咗一年，就希望每個月咧同大家分享嘅。價錢方面咧就係$170，大約係成大概係1200-1300，所以咧大概係100蚊左右一個月啦，除翻開就包埋運費噶啦，所以其實除翻開都係100蚊左右，你就可以得到8+1，即係八樣加多一樣 bonus 嘅東西咧，我覺得 OK。一次過咧就一定食唔曬噶啦。不如我哋今日試下。今日同大家試嘅咧係一個呢、這個豚骨辛辣麵啦。哇，好大包喎，這個醬呢好像很多咁樣。很濃的不知道什麼醬。慢慢先。够钟，好，哇咁快，哎哟，够钟啦，开始试味，睇落实在系好普通啊，试一试佢先，捞下佢啊。嚟咯！比較彈少少啦，唔知大家咧食杯麵咧會唔會好似我咁咧？即係佢話就話錄三分鐘啦，但係通常咧我都唔會錄到三分鐘，因為三分鐘咧我覺得太腍啊！的確咧，好似佢個介紹咁咧，係有少少辣嘅，少少辣啦，少少豬骨味咁，
但係咧，個人認為咧，呢個咧就真係比較普通少少，即係似係似係咩咧？似係一個平杯麵咯，平杯麵。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我講咩平，即係嗰啲喺超級市場咧會比較平啲五六蚊嗰啲杯麵咯。但唔算難食嘅，作為我呢啲窮 L 咧，的確係啊，算係 OK 嘅，因為唔知係咪因為咧頭先我食咗飯啊，我唔記得咗咧，唔記得咗今日要試食呢個嘢咧，所以冇留肚食啊。個人比較飽咧，你明白啊？個人比較飽，食乜咧都冇咁好味。好啦，今日就同大家介紹呢個 Umi 嘅呢個拉麵訂購啊，嚟到呢度。這個拉麵訂購是訂購了一年的，接下來的這一年每一個月我都會跟大家繼續做這個 Umi 的開箱的，如果想我試吃多一點或者有什麼意見的話，可以留 comment 給我，可以按一按個訂閱掣。好，拜拜。